哎，什么幼学姐？幼学他。今天是我录的视频，不要走。不要走啊。好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你有没有注意到花花的这个辫子？哎，这是啥意思？他离开了。重新匹配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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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当然很激动。对，我们来玩一局啊，我们俩对你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人。好。好，准备好了啊。认真了。认真啊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开始。好。哦，这么快，第一次。你手机没电了。我前女友。Hello。3分58秒吗？快。你好。你好。不是吴克群啊，这是吴克群的歌啊，他的又又又，我好像听过一遍。对。收走。你要加油啊，花花一直在这。完了。是这个吗？狂说一下，哎，蒙对了，这么厉害，运气好。上海，哦 ，sorry， 这首歌更能抢男人的是谁？这首歌更能抢男人的是谁？你为什么抢男人的是你？又是有什么话？请把酒话。七话，你说是七话，打字是七话。哎呀，好啦，那我们再换一个人对战。哎，这好像就是刚才那女孩。啊，是吗？又是她。你看，又是她。哎呀，好有人啊！你不是录屏？来来来来了。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她太厉害了。这个歌多长时间？哇、哦，你猜对了，我猜对了，这不是我今天唱的歌吗？真想你，有几个女儿，一个女儿，怎么可能是100个呢？我们这人现在问我是什么？白龙马。我全对了啊！彷徨，作者鲁迅，他答的比你快，我发现他比你了解你的歌啊。你是不是只顾着拿拍视频就没打是吧？我真不是Leslie啊，我的偶像的歌，你太快了。